两个小时。刚刚石头人是谁的造型？是应该是雷克萨的，又是你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刚遇到了，把我打爆那场。绿茵圣坛哦，想选88人，又想选这只，看有没有机会拿到。我等下是这边强，在这边强，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阵型就完整了。哦，我都没办法跟你们聊魔兽啊，蛮可惜的。因为那时候比较都在玩什么百变恰吉啊、风之谷啊，还有玩一些比较什么信长啊这些，没有玩魔兽。魔兽应该是最红的一段时间就是阿萨斯改版，那个海报贴很大啊，全球玩家1000万人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1000万人，对。Do we have a user? 哇，那边两个后排好好抓啊！虽然我想出桑雅，桑雅的话应该也蛮猛的哦。好吧，我们来玩一场桑雅好了。凯莉跟我桑雅，其实两个性质很多。He means you as 啊？哦，阿巴瑟他们要吸经验值。他拿同拿希尔纳斯加上阿巴瑟，变得比较难应付了。凯莉跟还是桑雅呢？正义的裁决即将降临。S 没攻上，算了。哦，有物色，很好，有物色。乔安娜，我没有乔安娜，我没有乔安娜，我也有的想也想抢啊。啊，魔兽好多人物可以出来赢吧？啊，就是不出啊，没事搞什么？永恒战场，没有啊，因为魔兽太多了，多一点暗黑星海会比较好，平衡一下。因为魔兽真的太多了，太多可以出了。当初为了诸王勇者的称号，每晚不眠不休。哎呦，莉莉耶！好，我们那个阵容不错，不错，输出弱了一点而已。其实我泰瑞尔还有姚瑞克砍在前面就很好了。Use judgment on Lilies. OK OK， 叫他用那个正义裁决干死啊，不是杀莉莉。台服第一丢的安娜，求丢安娜。你比较想要星海地图、哦？我也是蛮想。魔兽的也还没出啊。魔兽风格的，是什么？之前打水晶之痕的时候，都是什么？大家都说什么阿拉西，感觉也不错啊。类似的，可是强祭坛，然后可以拿优势之类的。堕落煞星是十人副本，十人是最难的，对不对？阿拉西，呵呵哦、我没有讲错哈，啊、哦，我没有话题聊了，很高兴有东西可以聊，但是我们要开始了，阿拉西，准备开始狩猎了吗？走吧，那要特别注意是阿巴瑟袭击院的效益啊，所以会战不能打得太激烈，然后也不能太 trash 队友。身上应该是两人跑线吧，会比较好。好，等一下泰瑞尔哦。
噔噔，泰瑞尔上马了，终于上厕所回来了，感动。啊，可惜可惜可惜，没有杀到。他弄到了，应该也杀不到啦，就后壳第一波。觉得上路比较需要人帮欸。觉得上中可以劝局一下。后面一定很多人。好，都下去了。哦，反正是下面走一只弟弟耶，这样跑向也给对方蛮多压力的。有晕眩，接没有晕，哇！刚有接晕的话，应该杀得到哦，可惜，可惜了。啊，这个中路看起来还在帮忙一下。啊，有一个。烂拉，好了，耗拉血也可以了，牙就要小心对方吸经验吸的就好了。刚刚那个拉都没有中，就是不是说很好？因为凯哥很厉害吗？嗯，跑线上面啦，因为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要么就乔安娜那些会比较强。因为炼狱圣坛基本上都是一坨人在撸在一起的，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凯莉根可以发挥蛮不错的效用，这时候没拉到了，不爆了，看能不能先喝个水。结果我们第一波会战爆了之后，就变成啊留了一个死好快，他那边血都差一点点，主要有阿巴斯在吸经验的，差一等天赋就差很多。先就把对方引到塔下，好冰冻都不好杀。要小心点啊！两座呀，送对面也还好，他反正是上路在漏经验，阿巴斯就把等差拉开了，拉很多。还要早点逃掉了。这手链流满面，这是登录曲嘛，对不对？最早的那个是洋葱，我在这台放了洋葱。好了，现在还有机会。还有他们后排位置都很烂，这时候。因为我们输出比较缺少那么一点点，你看那个人冲出来，找死，哦，终于漏经验。我们应该占领这个佣兵营地。就打这个没有意义，因为对方支援已经最快，有阿巴瑟，然后又有那个角色都在靠下。像凯莉根基本上秦明比较偏弱的，因为你要秦明快，你耗魔量高，所以我都刻意点出这个连发来增强我秦明速度。那因为我 Q 杀掉小兵之后不会耗魔，然后又会重置 CD， 所以我清一坨兵的话非常快速，就可以蹲哦。然后先把状态回满。现在能打多少就多少了。好，先来，还没到齐就不要打，别站那边，里面很危险，最好是把这个位置卡住。哦，我的 W 没丢出去，有点亏。等一下，找。
因为我觉得目标第一个就是先打金娜头骨。差两个，差两个，炸去炸，然后留又留又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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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有点太怕了，没有找到一个好时机推。啊，跳错人啦，大哥！啊，跳错人啦！啊，至少拿到了，至少拿到了。可是阿巴瑟推得很开心，我要去阻止他，他在这边，所以一定要杀他。TBS follow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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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我去抓他，现在逆风的时候抓人也蛮赚的，我觉得我们推不到什么东西，好跑掉了，再哦，噔噔，那先这样吧，因为刚刚觉得跟推效益不好。哎、欸，主要我们人都挂了，输一等还可以啦，会战后面都会赢得了。好，我们有个人跳 game 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个在上，他们应该吃三这边嘛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我还要小心一点。哦，他有 Q， 所以不用太 care。那我现在转往上路吧。好，维拉，维拉，维拉要带走，维拉，维拉，维拉要带走。那这样让维拉跟乌瑟走吧。哎，拉掉，拉掉，拉掉。哦，血没有拉到。乌瑟大局还没好，他被沉默了。哦，这边点技能结界，感觉是不错的选择。可是我多一个 AI， 哎、欸，回家了，不要啊！好，跟廖瑞克下下就好了。扫射有些伤害被分身体吃掉，搞得杀不到。哎哎哎，他没有后续接，好、哦、算了，我们拿到这个就赚了，如果拿得到的话。别别别抛我，别抛弃我，好吧，算了，放掉了。枪如果刚抓到是可以杀的，就我抓的不太准。说当初八五九也在卖东西吗？是蛮坑的，因为玩的人多。哦，你外遇，外遇是燃烧的远征，对不对？还有印象。哎，又没拉到，超雷。啊，主要精神结界也没有发挥到，没有什么优势。先给他们推，阿巴斯现在的价值就发挥出来了，就一直吸经验值，很爽。哦，好，莉莉前面不对，开过了，等他三等，
不好追，无色回来啊，回来也回来啊，我需要你啊。大陆是烧不完的远征啊，燃烧生命的远征。泰瑞尔 ，nothing and talk so much。哇，先上13等，看能不能单抓人。有 AI 就不好打。前面优势还有啦，后面就不好打，没有后面就被一直慢慢抓。因为他们有喜欢纳斯加那个暴虐魔的话，是不好杀的。哦，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！乌瑟也没来，我、哦、还好还好。Harry 放推吗？是哎、欸、，Harry 挂网，乌瑟挂网，啊，维拉断线。可是我今天遇到了第三个挂网的玩家。好啦，至少把20场先打完了，打完先看一下区间在哪里。艾瑞不来，感觉很难进场哎、欸，完全没有任何空间。啊，也没有大招，少一个人算了吧。放在第一场嘞，失误吗？这第五场。哇，中路这个飙飙王啊！来看一下他们打要塞的速度多快，你看。那其实算新加坡服啦，我们就投胎吧，因为真的打不赢。哦 ，AI 回来了，哇、啊，大家都回来吧！我、哦、想说反打吗？各位，感觉要抓他们脑冲的时候，这样打飞一波。这扫射效果还不错哦，效果拔群。哎呀！最遥远的距离。打乌瑟好像没有圣盾哈，好像应该有圣盾，都没有叫，以为还不会死吧？玻璃心吗？不知道哎，感觉就没有在认真打。而美东美西，我连了会盾啊，因为游戏体验不好就不想玩。那起码你玩些角色还是要操作啊哈啊，至少15场输了3场啊，可以接受。差五等，然后前面还会打，前面会战都会赢，就因为后面泰瑞的大招是零作用，而且不点正义裁决。天堂哦，那时候连天堂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的盔甲是这个吗？索尔，然后雷克萨。还是泰瑞尔，够了，这手都出来了。这手是什么？这手是姑姑王吗？
Mushroom Castle 什么什么什么蓝天的。网络前提就是坐下吃面包，请问你有一些面包可以分我吃吗？啊，没问题，好吃。话说 PTT 帮，那我就觉得好恐怖。我觉得不要再吵了啦，就停了，停了，别，拜托别，不要再，不要标题再虐爆 FB 了，靠呗，这个标题是很废的，虐爆 FB，然后前面一个 R，虐爆 FB，前面一个 R，石头脸太帅了，买不起啊，没有，我大概买大师雷克萨，如果在新版的时候，我觉得玩得起来，我就会买大师。算了，我来，反正排队的时候来偷偷的看看。好啦，可以不要再吵了。暴雪国内打输讨拍拍，有什么人密我？好哦。哦，还好是吃四。好，我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小小的工伤，希望大家可以捧场。玩那个魔物齿轮，跟魔物猎人很像，不过叫魔物齿轮，没碎片还要 PVP 啊？雷克萨新版感不错，有那个锁定，有锁定。以前那个米莎根本是87啊，因为有时候你要带米莎走的时候，米莎都会跟后面。然后你要进场的时候，米莎没有进会战，那你的 W 就是没什么用了。那可是有锁定，好像会跑得比较快哦，就他会先走。以前在 NGA 是大陆的一个论坛啦，比较人蛮多的，应该人是最多的，讲什么话，有锁定差很多，对，是把一个米莎变成还可以的米莎。以前玩 WOW 最大的梦想是存千狙买千狙嘛，逛完整个艾泽拉斯。千金嘛，想要逛完也不容易欸，那个地图很大的，那个魔兽世界地图很大。啊，今天先打完20场，他们吃饭前搞定，还能吃饭前搞定，不然刚一直输，好难 carry 啊！今天输3场，赢2场，胜率不好。主要是说凯莉跟的拉也不是说特别准啊，要再多加强。没有说你拉一只可以，但是你要拉2只以上，那个位置啊、判断啊那些都很吃。哎，那你可以弄，看到部落就杀死他，不要杀我！我是玩联盟的，我是玩矮人，矮人法师。我当时出一个角色，就是长满胡子，然后很丑，连我都觉得怪怪的。也忘了你打到。你还能 carry 人，你只能玩补等人 carry。武师也能 carry 啊，有些，第一个就是你的站位够好，然后或者是你躲，你开冰箱有躲过一些招式的话，把对方招浪费掉，还是说，你的进化很犀利，但都是 carry 啊。你们会发现魔兽世界怪怪的啊？为什么？补才是团队最重要的，算，可是补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。
当你的团队被碾压的时候，你补的再多，可能都救不了。啦啦啦啦啦！哦，拍到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